如您所见，九州和极乐池的正面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，无数的出子互相争斗死亡，我接下来将静观其变，等待时机出手，左右战争的走向，让结局成为您最期待的展开。大规模的出子之战吗？的确是难得一见，快来吧，我最期待的十大神器对决。信仰不改变，以天为地，生死之间，开启我全新的不灭。千几千万年，当黑暗洪荒决裂，魔焰邪念，时光的幻灭，愤怒席卷。开封印，光明再现，惊喜我破晓的瞬间，指引我向前，抛开这命运，离开混沌，打开未知的悬念，感知不朽的世界，神奇在蔓延，等待我胜利开战的那一天，信仰不改变，以天为地，生死之间，开为什么极乐池的女孩子都这么让人操心呢？不要只会抡着斧头到处乱挥啊，笨猫。知道了，喵。这次昊天倒是舍数量求质量，竟然召唤出了不完整形态的四大天王。能把昊天塔的力量传输过来的是原始小正太的空间操作。极乐池的哥哥姐姐们，在陛下的天威之下颤抖吧！灵儿，你去和原始小正太战斗吧，只要能够引发十大神器的共鸣，令他无暇再召唤元君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阿炼的嘱托一定会办到。灵儿，加油！
小姐姐，又是你啊！才不会给你休息的机会呢！昊天，即使你不在此处，我们两个还是必有一战，而那个圣城必定会是我。双方的最强战力都受到了牵制，其他几个法门也处在焦灼战斗中。盘古府与元始幡共鸣，混沌所战四大天王，只有一道门安静的异常，那里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。紧张吗？是我呀。圣子大人派我来看看这里的情况，现在看来你们做得很好，我也没必要监督了，让我过去吧。被前辈表扬了呢。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啊，狡猾的敌人可能会以任何意想不到的方式攻击进来。前辈稍等一下。姐姐怎么了？这个小西前辈不对劲。前辈、等等，前辈请等一下。前辈请先不要跑了，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。拦住他，那个我是假的，那个我是由九重神将假扮的。他已经越过了法门，要是消失在校园的屋里就找不到了。哼，才不会让这个冒牌货混进去呢。白龙干将，黑龙莫邪，双龙绞杀。难怪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有些奇怪，果然是假的。九州有变身能力的出子啊，真难办。变成我方人员潜入凌飞院，看来敌人得到了我们很多的情报。对呢，差点就被他糊弄过去了。看到自己被你们姐弟杀掉，心里感觉好别扭。我去校园内调查一下有没有其他敌人潜入，你们强化警戒，不能再放一个生人进来。放心吧前辈。你们两个呆子不要让他进去。前辈，我在校园内的广播室中，这个消息也是假的。什么？这个也是敌人假扮的？难道九州里有两个会变身的出子？我用孔明灯看得很清楚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变身的能力，这是幻术。喂喂，我说八宝孔明灯的出子，你横扫我的兴致啊。好啦，让我来陪你们好好玩玩吧。哪一个才是我的真身呢？管你变多少，全部砍光。神将之中有一个你我都很在意的角色，这位少侠很酷吗？在等谁呢？心上人吗？六年前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姐姐，从我没懂事她就离家出走，再见面时我一点也不喜欢她。哦，这就是你的遗言吗？倒是别致的紧呢。他曾经为了所谓的正义加入了你们那个狗屎组织，却又傻乎乎的为了保护两个小孩子而抛弃了自己的一切，直到半年后你们的人找到了，
为了保护那两个孩子，战死。哦，是吗？那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哟。不过叛离九州的逆剑之辈，有此下场，也是必然的。闭嘴！不许你再说我的姐姐！四年前你明明已经死了，我眼看着你被华烈杀死了，为什么现在还活着？杀死姐姐的仇人！真是单纯的孩子呀，这么破绽百出的直线攻击，简直就是找死！当年为什么没有杀掉你？我要亲手报仇，狮子咆哮！哎呀呀，好危险，稍微晚半步就要真的被你打中了呢。影子居然会动，像，真的很像，特别是这个眼神，简直一模一样。背叛之夜后，救走圣子和圣女的叛教徒，前十二神将之一的道家是那，他死的时候是不是也和你现在的眼神一样呢？